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终结龙之后》第二集的节目了。我现在泡在水里，有没有？在中界，就是这个水让我感到特别的安心，泡在水里特别安心。那今天呢，我决定还是要完成一些成就啦。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做那个完成盾牌的成就？好啊，第一个就先完成这个盾牌是这样合成的。如果你不会合成盾牌的话，现在会了吗？好了，合成出来，噔噔噔噔噔，咻咻，嘣嘣嘣，双盾牌。那个双盾牌不是我们要完成的。我们虽然完成一个成就了，可是我今天比较想完成盖成就房的任务。成就房欸，盖出一个成就房感觉比较重要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完成什么成就了，只有到你影片的最后才会看到，这样不好。我们今天就选一个地点，然后盖我们的成就房。再一次的回到这熟悉的世界，但是这一次规则已改变。你我的终点站已转为起始点，你不停涉水探索冒险，就往上游泳。无尽的战斗在轮回中不断循环的终结拼搏，往新的场所只为了与你再次邂逅。哒啦！我现在就站在我们成就房预定地上，100%人工建造，把它放一个草地，100%人工建造，秋风纯手工打造，距离中介主导一组的距离，有没有？这里垫了一组哦，两组哦，一个两个，两排就两组，两组的距离要走这么远，才可以走到那个，才可以走到那边去，超级远。然后为了怕那个中介龙可能会乱飞，我有召一个叫召唤中介龙的成就，看怕中介龙乱飞的时候撞下去。那整个岛就消失了？不会，我中间还铺了一层那个中介石，所以希望他不要乱撞，希望真的撞下去房子也毁了，总比整个消失好吧？好，总之先这样。那盖中介房还是最重要的，还是房子本身嘛。我看看我要用什么材料盖哦。我觉得盖白桦树苗好像比较好。就是用这个木材做这个的材料比较亮，相信它在中介会比较明显，感觉比较好看。不然在中介整个都天空都暗暗的，那个建筑物应该要亮一点，感觉会比较好。好好好，我们就用这个白桦树树苗，所以我把这个不是白桦树的通通都打起来，通通改种白桦树苗，多种一点，让它多生长一点。哇，草地长得蛮快的哎，在这边盖一个成就房，所以自己就是要有一个入口在这里，入口处，然后入口处进来有一个玄关。成就房有需要盖到玄关吗？好像不太需要齁。成就房一切以实用为主，盖到这里不够的，等一下还要再扩建。我盖了一个上二楼的楼梯，这也是一楼空间，上二楼楼梯已经盖到外面去了。好快就盖到外面去了，那个土地再扩大一下好了，怎么随便盖盖地就不够用了。自己造地好可怜哦，随便盖盖啊就没地了。我看了一下我的成就栏啊，主要分成了四类，然后绝大部分是建筑成就，所以我打算把一楼盖了，因为有四类，所以要可能要盖四层楼。
那第一层楼应该是得建筑的，建筑物盖好一个建筑物，就在这边放一些特殊的物品，以示我建筑完成，类似这种感觉。然后之后呢，就盖，应该会盖四层，所以这个建筑房要四层。哇哦，哇哦，四层呢？看来有的盖了。我好像需要一些皮革，然后才可以把那些，我获取的成就贴在墙上。所以我要做那个展示框。要去杀一点牛了欸，展示框目前没有啊，这里中间也没有牛。好啦好啦，我牵两只回来养好不好？有羊欸，有羊有鸡，就是没有牛。牛去哪里了？发现牛牛，一头牛，怎么只有一头而已？一头不够啊。一头不会生啊，有一头在附近，第二头应该也不远了，看到了，第二头在下面。哎咻哎咻，我牵着两头牛回中介，走，我家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已经找不到家了啦。哎，牛死掉了。变成牛排了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死的，欸，我就在那边绕啊绕绕啊绕，他就摔死了，这太白痴了吧！哎，你不要步上他的后尘哦！哎，哎，他真的在这边跳啊跳跳啊跳就摔死了，欸，我怕了你们呢。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？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又发现一头了，又发现一头了。希望你不会死啊！牵着两头牛去中介，来来来来来，隆中来，来喽！呜呼！我推推推推推推，哇！两头牛，一个推一个，你们不要不要。不要那个了，不要挣扎了，快点去吧。两头牛来到中介了，等你们吃小麦，要产生一个中介牛宝宝了。真产报国，帅！中介牛宝宝开始哦。之后牛养牛，牛养牛，牛养牛，我们就有很多的皮革。有了很多的皮革，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展示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做木杆。有了展示框贴在我们的墙上，有没有展示框贴在墙上，我们还可以在里面打上我们要的东西，把告示牌贴在下面，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成就。像很多人希望我盖一个秋风雕像，就放在这里，有没有，等我完成之后，秋风雕像完成，然后这边就放一个纪念完成的标志，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，哇，好多好多，要这样一直排过去。一楼成就墙定位完成，这个我已经把所有的建筑成就、建筑类的成就全部都放在墙壁上了。这里有那个在入口处盖秋风胸前标志，秋风胸前标志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秋风胸前标志，要盖在入口处盖这个，就是在进到中间的一瞬间盖这个东西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盖。还有很多啦，还有这边还有很多盖雕像啊，盖龙雕像，盖中式建筑，盖环岛铁路，盖车站，盖炮台，盖盖盖盖盖，这里全部都是盖来盖去，好不好？全部都在盖。好，全部都放好了，接下来就养很多牛，杀很多牛，做很多展示框贴在这里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，有50个成就吗？一楼就有26个建筑相关成就，就26个，超过一半。接下来我们要盖二楼了，然后再盖三楼，然后再盖一个地下室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哇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
二楼空间规划完了，因为那个工艺类成就，这是制作类的成就比较少，所以二楼就盖得很像楼中楼一样，就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要往三楼前进了，这里往上盖就是三楼了，三楼也完工了，三楼的成就墙定位完成。获取成就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而已，好少哦。这里我开了一个门，以后可以从这边走出去外面，应该有一个阳台吧，应该啦。这里也有开一个门，这里应该也是走出去的阳台吧。总之先留着。现在剩地下室了，哇，其他类成就，哇，地下室很难盖欸。我根本就没有地下啊，我地下只有三层而已。完蛋了，死定了。我从这边挖出去好了，一直挖挖挖挖，挖到那个叫什么成就墙、成就房间下面，然后再铺一个地下室出来。这样子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盖地下室。怎么搞得自己这么累这么辛苦啊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已经铺到正下方了。哇，下面空间其实还蛮大的欸。哼，安德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站到这个柱子上了？我现在要再拿一组哦，也没有一组了，32颗，在这边补一下，补个区域出来。补了这么久，终于补到这了，差不多该回去了。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在推我？这里跳下去好恐怖哦！我跳哦。有点危险。好了，我把这些全部回收掉了。哎咻哎咻，回收掉你们。我现在正在思考往哪边通往地下室比较合适，因为我这墙壁的四周盖满了告示牌，没有比较合适的地点欸。从中间正下方这里直接通到地下室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啦，到处都盖满满的了，墙壁都放告示牌了。好好，也只能这样啦，我们就直接在这里挖下去好了啦。挖这么一点点就看到虚空，感觉真差，感觉真差，跳下去了啦，不咻。感觉真差，而且这里的中介使者好多，感觉更差，感觉好差哦！你们走开啦，不要让你们生了，我连抬个头、盖个东西都会怕，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要搞成这样？地下室也盖好了。把所有的成就都安置在墙上了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一个家完工。然后其实地下室只是把地下室的样子盖出来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哦哦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怎么了？我被打了！我被打了！我被打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差点就被打到虚空里耶！我现在有点怕怕的，好恐怖哦！还好我这条马路盖得有够宽。我刚刚只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说，我把那个该铺的、该放的都放好了，地下室弄好了，可是地下室还是中空的。你看中间那一段有没有？哦呦哦呦哦呦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啦？你跟我讲啦，我会怕啦。我把水池挖大一点，我会怕啦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终于补好了，有没有看到飘在外太空的一个小岛，石头砌成的小岛？然后我在这里盖了一间还没有完工的那个成就房、成就墙，没有完工，还没有完工，
目前盖成这样，这里有地下室，可以到地下室，这里还可以到下面。我之后打算在这下面种田啊，这里种田。那目前就补成这样而已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泥土也不够，石头也不够了，泥土石头都花完了，还是把家先盖一盖好了啦，把这里盖完就收工了好了，先把这里盖完再说好了，东缺西缺没有办法啊。在我盖那个房子的途中，秋风还在这个中介放牧。为什么叫放牧？因为这个牛真的就是随便走在中介的，完全没有栅栏，这要放牧生活，放牛吃草，做了很多石阶梯、石砖，这个石砖可以改成石半砖，有半砖有楼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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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来盖屋顶。我加装了一些屋顶之后，发现不是很好看，不是很好看，怎么办？是因为我还没有开窗户的关系吗？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好看。那个建筑师对自己的建筑有所要求，这建筑我无法认可啊。有所要求的，还是最上层没有盖出来，所以感觉有点差。那我把最上层也完工好了。还是窗户没开，不知道，都弄完再说，弄完再看看。感觉就是怪怪的，屋顶可以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第二层这个好像多余了。我把这个改成石栏杆看会不会比较好？石质栏杆，我有石头吗？我连石头都没有，对齁，我连石头都没有了。还好，我早就有准备。石头制造机，来啦，挖一下。没有石头了，对不起啊，秋风连石头都没有了。个人觉得石头制造机好空虚哦，还不如去挖钻石，顺便就可以挖到很多石头，这样来得有趣一点，对不对？石头制造机好空虚哦，我应该要从远方看一下，看我的家到底，不是家，我的那个成就墙，好像也还好，没有说很好看，没有说很好看，先把门放上去再说好了。我总共才四个门要放哦，我做了几个？我怎么还有八个门呢？做太多门了，我做这么多门干嘛？我顺便把这个地板也换成木质的好了，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。盾牌可以放进去的就放进去，不能放进去的就放中介珍珠，就像成就墙不可能放到这里面嘛，就放中介珍珠。那能放进去的就把它整个塞进去，哎，这样子通通放上去，哇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我应该来再附一只魔，在我现在有30级，再附一只铁那个钻石剑，看能不能付出。掠夺，现在最想要的是掠夺，掠夺，掠夺，耐久，锋利，啊，有没有掠夺？掠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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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锋利四，锋利三，也不错了，不是说不好，只是不是我要的。我锋利四加锋利四是不是就有锋利五了？附魔锋利五，今天就可以完成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样说起来好像是哦。附魔锋利五，我有锋利三。
我有风力三。把铁针放在，就放在旁边好了啦，好随便哦。附魔风力三，这个是风力三，风力三加进去，风力四，好，没问题，风力四，打造风力四，这个风力五，附魔风力五，我有风力五了。这么快就有了，感觉真是不实际。而且风力五攻击才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烂东西啊？四十个展示框，哎咻哎咻，通通放上去。这个以后都是我要完成的成就哎、欸。这个什么附魔风力五，是不是这一把？这样哎、欸，这样也看不到附魔风力五啊。真是的，直接放中剑珍珠给你，咻，完成了。最后来验收一下我的成就墙、成就房，这也是一楼空间，哇！然后走上来，这也是二楼，二楼空间，三楼，然后有阳台，阳台的门改到这里了，阳台，完工要放上。成就墙完成，我们修了两三次，终于把外观修出来了。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观，哇，不容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